好啦，去到37題，關於 AS 嘅，佢就俾咗頭三個 term 就係一減 x、x 減12同七減 x 啦。佢就問邊個係 true 嘅 statement 啊？好啦，咁我哋記得啦，如果係 AS 嘅話，佢哋有 common difference。common difference 係第二項減第一項，亦都等於第三項減第二項。咁中間步驟唔寫啦 ，solve 呢條 equation 咧就會做到個 x 係八。咁所以嗰三項咧就係-7、-4、-1。咁啊知道個 first term 就係-7 ，common difference 就係-3。好啦，大家知道 T11 個計法啦，就係 a 加 n 減一個 d， 咁啊應該計到係23啦，呢個 true 嘅。好得唔得？好啦，知道咗 A 同 D 咧，其實後面嗰啲就好快做到噶啦，大家不妨試一試啊，考大家背式啫。好啦，第二條式就係36個 term 會細過100。頭先我哋啱啱寫咗啦，個 Tn 咧 ，Tn 係等於 A 加 n 減一個 d 正三。如果要係細過100嘅，咁 solve 到落去啦，呢度 solve 到咧個 n 原來細過110/3。110/3咧就啱啱好係36點幾，咁所以呢個係啱啦，得唔得？好啦 ，sum of first 50 odd terms 係700，咁咩意思咧？頭嗰50個單數項，頭嗰50個單數項咁點計咧？咁單數項就即係話頭先我哋-7、-4、-1，跟住就-2、-5，如此類推啦。呢個係 T1 啦、T3 啦、T5。我哋淨係計個 odd terms 咧，就即係話淨係計啲單數嘅項數。咁其實轉少少嘅啫，就係、個 common difference 轉咗做6，得唔得？如果 common difference 算做6嘅50項相加咧，點樣做好？其實都係用翻嗰條式啫。SN 嗰條式啦，我哋如果要計 S50， 而 A 都係-7啦，再加 N 減一都係50項啦，個 D 轉咗做6啦，再乘 N/2 啦 ，OK，N/2 而 A 加 N 減一 D 都係一樣，咁啊，撳一撳啦，原來真係7000，OK， 所以3都係啱。